陈其丹，迟到，没有挽回的余地，迟。我却感到了非常的悲伤。那时的我，非常的无助，非常的无奈，心里面总想着，要是上天再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时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，我爱你。哟，哪一个女孩啊？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啊。他跟他初恋表白呢。是发誓肺腑之言的爱。有上天能给我一次表达的机会，我会用上我的字典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念到他喜欢我为止啊，就像我爱上字典的那种感觉啊。哎呀，谢谢龙哥，这晚上好，我感谢呀、啊，谁呀、啊？你看龙哥这里又打乱了喽。谢谢我的九龙花费啊，感谢。哎呀，阿姨，谢你，谢谢。还不是时候。啊。感谢啊，谢谢。不知道你那个广东的初恋有没有在看我？啊，陶姐。对，她就是那个女孩。她就是那个女孩。谢谢邓达，谢谢。啊。谢谢燕子。对，大声的说出来啊。所以我用这首歌曲来告诉他，遇上他是我的缘。高山下的溪谷是走弯弯的河，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，沙的相思是走弯弯的路，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。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，我的一生就选择你，遇上你是我的缘，守望你是我的歌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，我像山。